为什么太阳这么红，还是这么冷？这世界黑了太久。他们互相撕咬，咬成了遍地尸血。我要钱，我要很多钱。他们也许是相残杀而死，也许尔虞我诈的魔怔。他们将村庄变成了地狱。真的没有办法吗？杀好人，救坏人，这是什么奇怪的道理？是救这个世界的方法没有道理，只有选择。只要我选对方法去死，这个村庄就能恢复善良。我不想死。第一个好人自己选择赴死，你不觉得太残忍吗？够了！背负着恐惧寻找的终点，非要是末路吗？有些事比生死更有意义。